大家好，我是 Jerry。Hey,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van。那今天我们来到布里斯本 Stratton 这个区域，然后这是一个联排别墅的物件。那总共我们刚刚数不知道是几户啦，但是这不是重点，因为这个联排别墅十七还是十九，我忘了。对啊，只剩下最后两户，然后请 Ivan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Hey, hello， 大家好。那这两户呢，大家都能知道，其实联排的大小没有很大，一个是206号，是前面的那一个，这个16号。那它大小只有230平方米，220平方米，就一个大一点，一个小一点。那这一个小一点的呢，我身后这个小一点的呢，售价是938万，容我有口误啊，我记忆中是不到94万啊。里面是5房，楼上是5个房间，2个卫浴，2.5个卫浴了哈，双车库。这一个呢，反而是大一点点的了。是230平方米，它一共是4房。那为什么我要？因为今天我们现在我们的时间不对啊，进不去。我们刚刚路过，所以我们要推出这一条片子。而且其实今天是下雨，我们没办法。但是我们都已经一趟路过来，想说啊，算了，还是不拍不行，因为我们有客人就是急着要找联排别墅现房，对现房，所以这个好不容易找出来了。所以现房这个问题呢，第一个好不容易找出来。第二个呢 ，Stratton 是在南边。如果你说生活，南边的生活区还是比较便捷，你的华人对购物那些还蛮近的。而且 Stratton 是一个富豪区。之前我们有提及过哈，一共19户啊，19户看到了，看一下，19户，横竖就卖剩下2个了。那 Stratton 呢是一个富豪区，那如果有一些来不及等盖房子的客人。你需要马上入住，我们这一个案子大概3月就能交房，对，3月就能 call settle， 所以是非常适合那种马上要入住的家庭。那谈到建筑方面，你看我们看一下，其实就很单纯的一个现代风的感觉。大家看一下，每一户都不一样，有一点小区别，就是一个现代风的建筑。然后是个安静的镜像。是的。一个拐角。一个拐角。对啊，所以基本上也不会怕什么吵，因为会开车到这里来，表示你就是住户了。外人到这边就绕一圈，他就又绕出去了。是的，那所以如果有想住在南区，需要找现房的朋友们，欢迎联系我们。那我觉得特别是那个16号哈，它的总价不过100万，94万还不到。我觉得这种价格是蛛适合的。100万上下，赶快找到一个现房。是的，因为这边这也靠近 John Paul College， 也很靠近 Sunny Bend 啊这些传统华人区这些地方。是的，对啊。那这个地址是18号 Leicester Street。那为什么又继续接着拍呢？实际上在隔壁有一个20号 Leicester Street， 它就是一块空地。那所以是被我看上的。对，因为我们在帮客人找联排别墅的时候，不小心也找到了这块空地，也可以买地自建，所以我们想说刚好趁着来拍这个联排别墅。你看在下雨哈，那没办法，因为我们时间非常紧凑，所以既然都来了，顺便就拍一拍。那其实呢，我为什么要主要是要讲这一块土地呢？因为第一，我觉得它的售价，我这次反过来先说售价，它需要75万以上的一个出价，但是你一听这个价格。然后你再对比它的大小哈，它这个房这个土地有600几，好像608平方米，大面对大面宽15米，大，而且你看你的邻居盖成怎么样子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我当初就有讨论过这个邻居的盖法的问题，很抱歉，现代风法式，今天天气不好，但是实际上安静的镜像里面，然后又有这么大块的土地。因为 Stratton 正常都是大地啊，可是这次竟然会有600平方米，相对小一点的，相对小一点的。重点是它的售价不贵，才75万以上的 offer。看一下这个大法式，看一下你的邻居，已经盖成这样子了。OK， 这是一个美式。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呢？第一，在 Stratton 已经没有已经注册的土地，买一块少一块。买一块少一块，这个很现实。第二呢，限地，对，限地。第二个呢 ，Stratton 其实是一个，比较，就富人区嘛，说白了，所以你住在 Stratton 也是比较适合的。那第三个呢，我们看这块土地哈，
完全是平整，第一个平整的，平整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可以理解为，因为我们这个路这样子开进来，我们的房子的 setback 也这样往后退，我们盖的大小就从隔壁的这个差不多。可是我觉得非常好，是因为这块土地的面积占用虽然是在这边，但是因为前面都是车道，所以实际上你做一些 setback 退后的时候，实际上就跟大家一样，我其实完全都没有浪费到空间呢。是的，你还可以做一个前花园，是，甚至如果政府批准的话，我可以尝试，我要具体要看最后的图纸，才能确定这个户型能怎么盖。但是这个土地的大小，横竖你盖个400多平方米的，完全没问题的，两层是完全是没问题的，那个大房子，面宽又大，然后土地面积又大，前面的邻居还有盖那种我很喜欢的石头。哎，你又我喜欢钱多一点。你喜欢钱多一点。因为很贵的这种做法。OK, 好。对对对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布里斯本华人区 Stratton 这边有个买地自建的机会，而且是限地，这个应该是非常硕果仅存的一个机会啦。有兴趣的买家马上联系我们。因为像这种机会应该是比较难得的。稍纵即逝。对对对。稍纵即逝。好，是的，那非常感谢 Ivan,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